头迎一个 Catherine Yip。各位 fans， 大家好，我是葉兒家 Catherine Fan。其实我很开心，因为上年2018就参加了这个亚洲太平洋国际小姐，拎了季军、知名健发大奖和一个跨平台女神大奖，一次我拎了三个奖，那我很 surprise 啦。那我都、觉得参加完这个比赛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对我来说，因为第一可以真的增加到我自信心，尤其是是踏上台板那一刻要跳舞啦，要行 catwalk 啦，那是真的要一个 training 才可以做得到啦。另外就是应付比赛的压力，我觉得就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support 来的，因为有时做事真的会很累啦，那你见到那些粉丝留言给你，他说很支持你，那真的会令到我即刻有动力继续想去工作啊，这样。那我在这里都很多谢我的粉丝一直这么支持我啦，那我都会继续努力的。是，那我就参加了数独二的拍摄啦，那我就饰演古天乐的女朋友，那跟影帝合作当然是又紧张又兴奋啦，那我自己都很开心啦，那天的拍摄都很顺利地就完成了，那我就很开心很兴奋，总之是啊，咁希望嚟紧都会有多啲唔同嘅，即系同影帝啊、视后合作啊，或者系拍多啲唔同嘅作品俾大家睇咯。系啊，电视电影方面系特别想有多啲参与嘅。我系土张同文啦，系啦，咁啊又靓仔咁喺隔篱，哇！即系即刻都心喐喐咁。系啊，咁佢对我哋好 nice 嘅，咁又会话啊冻唔冻啊？咁因为我哋嗰日都着住啲比较小布少少嘅晚装啦，咁佢都会问我哋冻唔冻，好关心我哋咯，系一个好好嘅演员嚟噶。咁 我自己做運動咧，其實就唔係話想話好瘦咁樣嘢做，因為我自己本身就係課想鍛鍊肌肉嘅，咁所以我就自己平時就會做 yoga 啦，同埋打 boxing 嘅。咁 yoga 就可以訓練我就可以個集中能力比較強啦，咁可以有翻一個寧靜嘅 moment 啊。有陣時做嘢真係好攰嘅時候，可以揾翻一個鐘半個鐘，可以集中翻自己思緒咁啊。咁同埋可以yoga， 因為可以做一 stretching。咁啊，可以帮你拉翻筋啦，因为有时好攰，去松翻啦，同埋系 keep 翻个 shape 嘅身形嘅。咁 boxing 都可以做到 keep 翻身形，尤其是系瘦腿方面一流，系狂踢啊，踢半个钟即刻包你系瘦同埋去水肿嘅。系啊，咁我自己两个运动都好中意嘅。咁如果你话我满意嘅地方咧，就满意自己嘅锁骨同埋膊头，即系呢个就同做运动冇乜关系嘅，就本身比较中意呢个位置，就比较觉得系我觉得女仔嘅锁骨系。靓嘅话系性感嘅，系啦，咁啊，但系如果你话课做运动，对于我嚟讲咧，就真系 firming 啦，个人线条出翻啦，咁有少少腹肌锻炼咗啦，希望嚟紧会再有多啲啦，咁样，咁啊，有成果嘅话就可以俾啲 fans 睇下。咁我啱啱咧就拍咗一个潮游嘅 cover， 咁啊，另外入边都有落叶啦，系介绍 K11 Music 嘅，咁系新开嘅一个 building 啦，入边好靓啊，咁如果大家有时间咧，都可以去睇下。咁啊，另外都希望喺电视电影有多啲嘅发展机会啦，咁所以啱啱咧我都前几个月就拍咗 View TV 嘅一个单元剧啦，咁迟啲如果上嘅话就会话俾大家听噶啦。咁啊，都想另外咧都。都会想做多啲司仪主持嘅一啲工作嘅，咁我而家都有做，咁希望嚟紧都会有多啲喺商场啊或者各大型活动见到大家。